妈妈不要别人，我有身份就够了。你会对他好吗？不会。叔叔，你想问你是我的爸爸？你不是我的新的爸爸。我怕一个爸爸保护不了妈妈。如果有两个爸爸，就有两个人可以保护妈妈了。每个人都只能有一个爸爸，一个。叔叔的爸爸一定对你很好吧？你是不是很爱他？我失去他了。叔叔，你会像太阳，给我全世界最好的爸爸的。妹妹，我们现在好像没办法接近妈妈了。我会也不能够跟爸爸去保护你的，你要辛苦，谢谢我呀。